Thank you.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大家一齐嚟喺度嚟到系敬拜我哋嘅神。喺我哋开始嘅时候，请大家同起立，请听我一段嘅经文。诗篇第二十四篇呢度话：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上帝使他诚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真系主，我哋嘅神，我哋多谢你，感谢你带领我哋经过一个星期，我哋一层嚟到呢度嚟到敬拜你嘅时候，求主你嚟悦纳我哋敬拜，亦都教导我哋点样用心灵同诚实嚟到敬拜我哋呢个伟大慈爱嘅神。主啊，你救赎我哋，你呼召我哋，
脱离黑暗，人都能够入到你的光明里面，能够得到新的生命，得有新的盼望，就让我们来到带着一个感恩这个心来到敬拜你。亦都求你用我们专心的在这里来聆听你的话语，寻求你的面，明白更加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专心的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用口用心来到歌颂你。我们以下敬拜求主你悦纳，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将时间交给敬拜小组带领我们来到去赞美神。大家好，大家早晨，让我们一起用歌声来到歌颂这位赐下永生拯救我们的主。53:4-5，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让我们一起藉着以下的诗歌，一路唱的时候，一路默想耶稣基督十架的爱。Yeah.
低头有一个祷告的时间。主啊，感谢你的爱，神啊，你的大爱，藉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钉心十字架，向我们完全的显明，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受害、受苦、被鞭打、流出宝血，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以重新的回到父你的面前。神啊，求你教导我们每一日真是找紧十字架的应许，我们谨记你的爱，帮助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你的见证。主基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并且让我们得到释放。因祂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得到的医治和平安，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为我们换回来。我们应该紧握着，以这份的平安和医治，不单止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医好，也都让我们的灵得到释放，让我们今天面对困难和逆境的时候，我们可以仰望这份十架所带给我们的平安和医治。Oh, no.
我们感谢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刚才一段的诗歌的时间，跟着下来我们是一同的同心低头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也都感谢你给我们能够在会中一同的聚集，同心的在这里来作我们的感恩赞美，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一切都是来交托在你面前。主啊，你是监察我们的心，监察我们每一个人，就求你监察我们里面所经历的一切所需要的都放在你的面前。首先我们为到我们教会的会友，我们弟兄姊妹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遭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中间有些有病痛的，求主你安慰，求主你来到与他同行，好用他的经历这些的、身体上面的软弱的时候，都是知道你是爱他的，给他有安慰。亦都同时可能心灵里面有些的孤单，有些人心灵孤单，或者心灵里面有一些的伤痛的、有些的抑郁的，都是求主你来到是怜悯，求主你与他同在，给他知道一切仰赖你，一切依靠你。亦都为到我们的宣教士你祈祷，特別是為到我們中間所支持的一位宣教士 Colin Wong， 很不幸的上個星期在車禍裡面喪生。求主你來紀念他的家人，安慰他們的兩個子女，你都是真的能夠在這個時候得到主、雖然經歷一個這麼大的衝擊，但都得到主你的、同在那個安慰。我們也為到我們的華人社區最近都是遭遇到很多的、攻擊，很多的、心裡面恐慌，或者也都有這個憤怒。主要但是我們都知道在這個社會裡面，很多時候都充滿著很多的罪惡，特別是在這個末世的時候，真的看到社會的動盪，社會裡面充滿著很多的強暴。但是主要我們仍然是求主你裡面讓我們看到你是賜平安的神，你不單止是說保護我們，求主你都是更加賜我們心裡面不要有恐慌，不要來到被這些外面的東西來影響，乃在我心裡面能夠得到主你所賜的平安。主要讓我看到在這個末世時候，雖然很多的問題，無論是社會的問題、國家問題，或者世界上面其他地方的動盪、不公義的東西，但我仍然知道你是掌管為王，你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是掌管着一切的神。所以就让我们来到是继续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全心的敬拜，来到在这里求主你悦纳。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跟着下来我们感谢主，今天请到何颂谦牧师在中间，在我们中间来到是分享神的信息。我现在请何颂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很开心又可以一起来到敬拜，藉着我们在空中见面，我相信不久将来你们实体敬拜就会更加的感谢主，给我们能够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时空，这个同一个时空敬拜是非常重要。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最主要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怎样拣选使徒，推动使徒建立教会，使教会成为基督的见证。所以圣灵的感动和作见证是一对孖仔。今天就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17-42节的题目就是圣灵的约时，很多时候我们读约时，其实是读约时，
是禁止不了的福音，禁止不了的福音。当然这段经文呢，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呢彼得和约翰呢就被捉去到那个外监，公共的监禁的场所，但是呢天使呢就将他们救出来，吩咐他们呢在众人面前，就在殿里面呢来到去宣讲这生命，这生命之道。咁啊，好幽默嘅啊，路加写嘢咧，其实好幽默嘅。咁啊，《使徒行传》嘅中心思想就系被圣灵充满啦。但系咧，第十七节咧，嗰啲嘅大祭司，特别系指撒都该人咧，就被记恨充满吓，唔系圣灵充满，系被记恨充满。咁我哋知道撒都该人同法利赛人咧系同属大祭司嘅公会嘅吓，两派人咧有神学上嘅差异。咁啊，一陣間咧就同大家分享呢個神學上嘅差異咧，其實佢哋內裏邊咧都唔係幾安寧嘅嚇。咁啊，呢個故事發展到咧就係佢哋勞師動眾啦嚇，就去好似好威水咁啦，去揾人咧嚇，揾大祭司啊，所有嘅人咧，公會嘅人咧，就去咧召見彼得、約翰啊，準備咧就害佢哋啊，或者咧更加咧恐嚇佢哋，唔好奉耶穌嘅名嚟到工作、傳揚、醫治等等。但是呢，大家看見彼得約翰很膽大，他說信從神不從信從人是應當的，這句說話常常出現的。然後呢，他們就沒辦法了，就想呢再捉他坐監的。但是呢，有一個叫做加瑪列的法利賽人，他屬於法利賽黨的，大家知道他是保羅的老師來的。咁佢哋出嚟調停，講咗一番嘅説話咧，就制止咗佢哋咧，再陷害呢兩位嘅使徒。於是呢兩位嘅使徒咧就好開心嘅，就快快樂樂嘅翻去佢嘅羣體，而且咧就為著呢件事好開心啊，因為係配受主名受辱嚇。咁個故事就係咁樣發展。咁呢段經文究竟講乜嘢？我哋今日有啲乜嘢嘅信息咧嚇？咁當然呢段經文咧就話俾我哋聽咧係。初期教會咧係面對嘅逼迫咧越嚟越大嚇，哇烏雲密布，或者今日我哋呢個世界，大家知道咧，每五分鐘就有一位嘅宣教士喺全世界各地其中一個角落嚇為主殉道，每五分鐘，你睇下而家呢個世界仍然係對教會進行龐大嘅逼迫，有好多極權嘅國家亦都係。不斷地來到去侵害教會，初期教會也是面臨這個越來越厲害的，門徒首領就是彼得、約翰要捉他們下馬威，等他們所有跟隨耶穌的人，當時叫做跟隨者生命之道，或者沒有這個道字的，跟隨者生命，後來就是生命之道，就是說基督教、基督徒，他們很老路，點解呢？使徒們初期嘅教會被聖靈充滿，但係卻嗰啲嘅大祭司，佢哋其實就係神嘅仆人。呢啲大祭司呢啲宗教領袖，其實就喺猶太嘅地方係宗教領袖，佢哋理應擔當神嘅仆人嘅角色，但係佢竟然睇見神嘅工作而起殺機，而起惱怒，被惱恨所充滿。咁我哋留意到咧，呢段經文咧有啲嘅幽默啦，或者好特別嘅地方啦。幽默嘅地方咧就係第三嗰個咧，就係聲勢浩大啊，操兵入去呢個監牢嚇，嘣嘣聲嘅，乜嘢人都召齊嚟。大祭司公會嚇嗰啲所有嘅領袖啊，聲勢浩大，你睇下嗰啲腳步聲噼哩啪啦入去個監牢。幽默嘅地方就係打開監牢之後咧，空空如也嚇，即係一種。即係一個好大嘅對比啊！成段經文咧，俾我哋睇見好多嘅對比啊，起碼有四個大對比，作為我哋今日咧思考嘅。第一個對比當然係被充滿啦，被乜嘢充滿啦？使徒們就被聖靈充滿啦，大祭司叫做埃亞嘅神嘅仆人咧，佢竟然係被惱恨所充滿。第二個咧就是害怕，有啲人咧就見到使徒能夠行神蹟奇事。就不敢貼近佢哋嘅身，貼近佢哋嘅身就好害怕。但係嗰啲有病痛嘅人咧就唔怕，就走埋去彼得。大家知道連嗰個影子啊都可以醫好人嘅病啊，全部嘅四圍嘅城裏邊嘅人咧出嚟嚇，
啊，这个第十六节咧就上文嘅，还有许多人带住病人同埋被鬼附残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嘅城邑嚟到，全都得医治啊，甚至彼得嘅影都可以医治。佢哋唔怕吓，即系有害怕，仲有害怕。大祭司害怕百姓会用石头钉佢哋。本来他们在殿里面可以再捉一次，再捉一次彼得和约翰，但是圣经说他们害怕百姓，心里害怕百姓，在第二十六节，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怕和不怕，门徒又不怕的，一会儿会详细讲，不过让大家知道这四个强烈的对比。第三个刚才讲了，声势浩大，突然间就很静，监牢一啲人都冇吓。第四咧就系听从边个唔听从边个。咁啊，彼得其实讲咗一篇道咧，系好简单嘅道。其实呢篇道咧就好深入嘅神学嚟嘅。如果你留意到咧，佢讲到父神啦，讲到基督耶稣被差派啦，讲到圣灵嘅工作啦，哇，三一嘅神嘅神学咧就喺佢几句说话里边讲出嚟，而且讲明咧而家系赦免嘅时候。如果你们现在还 是回转的悔改，耶稣基督的恩典仍然可以临到你们身上，包括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一切的宗教领袖或者全城的百姓，听到这个福音悔改都可以得救，即是听从这个福音。但是他们，大家看见这段经文，他们不听，他们很多的理由。彼得就听，彼得要听很多东西，因为天使就吩咐他，你现在就快快天未亮的时候呢，出了监就要去圣殿那里去讲这生命之道，彼得听。然后呢，彼得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法利赛人百姓都听，但是他们听什么？听加马列所讲的，听从和不听从。四个我们慢慢来分析一下，非常有意思的。第一个呢，就是使徒被圣灵充满，是吗？福音咧系充满咗全个耶路撒冷嘅城啊，第五章二十八节好清楚。然后咧，大祭司都讲啦，佢话死啦死啦，佢哋咁犀利啊，全城嘅人都会跟随佢啊，全城嘅人都会跟随佢，我哋仲有咩颜面呢？所以佢哋宗教领袖系被怒火冲击吓。撒都该人为咩咁嬲咧吓？大家知道點解會咁嬲？咁呢度咧又牽涉到咧有少少嘅資料，就係、是、大家知道咧法利賽人同埋撒都該人咧都係兩派嘅人士。呢兩派人士咧都係擁抱咧摩西嘅律法。咁啊，法利賽人咧就多啲咧都係照歷史書啊、先知書嘅教訓咧都有啲採納嘅，但係咧，撒都該人就比較保守嘅，絕對咧就係只係摩西律法。法利賽人咧相信咧有來世嘅，有復活嘅，但係咧撒都該人咧唔相信有復活，唔相信有復活的意思即係佢認為上帝唔會介入人間。咁我哋好清楚咧，呢兩派人好簡單嘅啫嚇，就係、是、咧法利賽人咧就係增添律法好多嘅嘢，增添好多人嘅遺傳。定了很多条的規例，安息日不可以做些什么。撒都該人就減少律法的事，凡是律法書所說的神蹟奇事一概不相信，一個加一個減，大家知道了。其實兩派人都不是很對頭的，兩派人都不是很和好的，不過現在為著他們的社會地位、宗教地位、政治地位一起夾手夾腳來到致死耶穌，致死了。然後現在他的餘黨他的門徒都要清除，清晒他們的黨，他們以為他們都是一個耶穌黨，要清除他們。那麼，撒都該人不相信復活，那麼他們生氣的原因，不單止是神學的底線被踩，就是他們不相信神會干預這個世事。第二，他們跟政治掛鈎的，他們羅馬政府給他們權利去管理这个耶路撒冷城的。现在耶路撒冷有些骚动，其实这个不是骚动来的，这个就是他们很兴奋，百姓见到人得救，见到人得医治，见到彼得能够这么厉害去医治这么多人，他们就全城兴奋，
其實興奮和叛亂是不同的，不過他們就是將他們混淆。不過全城興奮就令他們不興奮，因為他們宗教地位失了，亦都羅馬政府很難向他們交代怎樣來治理這些民呢？百姓趨之若鶩，這個生命之道他們簡單來說就輸了給門徒，輸了給使徒，失了面子。不單止失面子，還在裡面公會裡面不能夠面對法利賽人，因為彼得、約翰是奉復活主名來到傳道，奉復活主名來到醫病。那你說他的神學是誰對呢？當然法利賽人說有復活啦，現在你們在內外都是受困，所以法利賽人很生氣很生氣。不過我們又看看這個對比，什麼是聖靈充滿呢？聖經很少好像沒有講到彼得約翰被聖靈充滿，其實一個字已經是講了出來了。他說你去到一早天亮的時候就要去到殿裡面，他們做什麼？站着来到讲道。站着这个字出现很多次，站着。站着表示什么？站着不是闪闪烁烁，是吧？站着当然是堂堂皇皇，在公开面前显示他们没有被囚，福音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彰显，圣灵充满他们。站着是表示他们不畏缩，他们是听从圣灵的引导去公開講嘢，站着是講嘢的姿態嚟嘅，就唔係坐喺度匿埋，係發聲音嘅。發聲音咧，其實係都係一件好危險嘅事。你啱俾監禁噶啦，啱啱俾人捉噶啦，而家又咁大聲咧，係俾人知道曬。所以站着係充滿住勇氣。站着第三點就係有權威咁解，理直氣壯，唔係蒙查查，唔係咧頭腦昏暗，瞓唔醒。佢頭腦清晰去教訓人。教訓這個字也出現了五次那麼多，教訓講論這個生命之道。所以被聖靈充滿是神的心意，讓他們能夠有膽量站著，清晰的頭腦講論神的道，也都表示他們是不怕再被捉。第二個對比就是怕和不怕，是吧？冇病嘅人咧，佢唔冇病纏繞嘅人咧，佢哋唔敢走近使徒嘅身邊啊，因為佢哋覺得佢哋神性不可侵犯啊，好奇怪呢班嘅人咁奇妙嘅，所以佢哋有敬畏佢哋啊，懼怕呢個字其實係有呢個敬畏嘅心，因為使徒神性不可侵犯啊，所以咧佢哋咧就係、好怕他們。但是有些人不怕，那些很想脫去捆綁，很想脫去罪的纏繞或者是疾病的纏身的，他們敢近門徒，知道門徒是可靠近的。為什麼呢？下文已經解釋了，其實大祭司這班的捉使徒的人，他們都怕百姓，因為他們不能夠有理由捉他們的。那個理由是什麼？他沒有什麼犯錯的，使徒講道醫病，令到人復生，令到個瘸腿嘅40年，而家可以行走。奉復活嘅命講論咧，復活嘅生命。不過有一點當然佢哋唔中意咧，就係話係你哋將耶穌基督殺咗嚇，罪要歸俾你哋。但係佢彼得唔係咁講就算嘅，佢如果你哋悔改嘅話咧，亦都可以得赦免嘅，有一個救恩嘅途徑嘅，係一個福音嚟嘅噃。不是全部就是指責他們，但是他們沒有理由，一般的百姓沒有法律根基的，他都覺得這班的門徒不是足以定罪的。如果他真的帶罪的使徒，那些人不敢去擁戴他的，因為他們犯了不聽從祭司的話，如果他貼近他就是受牽連的。不過他們為了自己的自由的緣故，為了要聽耶穌基督的福音，為了有悔改的行徑，能夠有這個復活的生命，他們不怕好像去得罪了這個大祭司。所以這個是路加寫得很精彩的怕和不怕一對了。第三就是有聲勢浩大，有聲音，然後就很細聲。
被禁锢的、受恐吓的，叫他们不要出声，说了很多次了，大祭司，我都说叫你们不要奉这个人的名字来到传道的了，你们不听，再恐吓他们。当然大家知道最后要鞭打他们，恐吓完之后鞭打，这个就是一向捉基督徒的习惯。当时扫罗都是这样的，拿了大祭司文件捉了这基督徒，无论男女捉了之后就要打他们的了。保罗就很明白的这件事。这个对比就很精彩，刚才说了重重心锁，重重心锁，你听一下这些闸口的声音，砰埋道门之后就锁，咔咔咔咔锁，砰埋锁，不会一道门的，起码三四道门。然后大祭司那些操兵去去去去去开门，劈开门，砰开门，砰。但是很好笑，去到那个最后那个监牢打开，咦，没人的。然后那个狱卒怎么样？不知所措，圣经说他，他不知道怎算好，心里面泛滥，这个很清楚，24节。守殿的人和祭司听见这话，听见什么话？你现在捉了那个人，现在在外面大声讲话。圣经很幽默，他们听见这句话之后，无言以对，心里面泛滥，不知这事将来如何。可圈可点的这句说话，他不知道如何向百姓交代，向罗马政府交代，向自己工会的人交代，自己好像无能为力，扑个空，费这么多的力，声势浩大，很威王，竟然呢是落个空。原因当然他们与神为敌，得不到神的怜悯。第四个对比很清楚的，听从神又或听从人。其实呢，圣经就一直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已经说听啊。当时彼得讲道，有很多人悔改，是不是？他们心里面就是什么？圣经说的就扎心啊，好像扎心这个字呢，就好像刀仔割咁解嘅，扎心呢个字俾刀割嘅，然后咧就引起佢哋嘅悔改吓，听到越深。呢、这个33节咧就系、是、上文啦，33节就系嗰啲嘅大祭司咧听到佢哋讲嘢咧，就好似心里边咧俾刀割一样吓、啊，但系咧。一般的百姓咧，聽到彼得講道咧，佢哋扎心悔改，所以兩個嘅反應，聽到彼得嘅道，佢哋心裏邊好仇恨佢，好似刀仔割一樣，所以引起殺機。所以聽從一話唔聽從係好得意嘅。啊，聽從呢個咧，我覺得咧就是、整段經文嘅重點嚟嘅。聽從係整段嘅經文嘅重點，點解咧？或者如果你話何牧師啊，點呢段經文咧，用一句説話嚟到去俾個教訓咧，係點樣講咧？可以咁講，聽從主嘅人必見到主大能同埋引領，使人得到福音嘅好處，就係整段經文嘅中心思想。或者詳細啲講，就係專一履行主托付嘅人，以神為神聽從嘅人，必然有聖靈嘅能力隨住佢哋。他们所做的工作所到之处，必然显出福音释放的大能。这个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信息。百姓知道大祭司，他们没什么理由捉拿这个的两个门徒，所以大祭司心虚，自问是因为妒忌而杀耶稣，不是使徒犯了什么大罪，扰乱民众之罪，所以他知道百姓不服气，如果百姓不服气，用石头很冲动打他们，更加造成骚动，那就搞不定。所以听从是很重要的，于是他们都听从什么？他们不是听从神，听从百姓，听从他们的利益，既得利益。听从主的人必然见到神的大能，但是你听从既得利益呢，看不见神的大能。或者这段经文那个中心就是有配合圣灵的钥匙的生命，钥匙的生命就是锁匙啦，圣灵是锁匙，打开人的心，打开被捆绑的，那就必须要配合那个锁，你能够给他打开才行的。那门徒呢就是配合了，用什么生命来配合呢？
佢哋咧听从主嘅吩咐啦，大家知道啦，唔简单嘅喎。你谂下，啱啱坐监吓、我唔知道彼得同约翰喺监里边咧讲乜嘢啦，可能好似保罗西拉一样咧，都系唱诗赞美嘅吓、因为配受为主名受辱啊，好开心啊，因为以前主耶稣系点样被打嘅咧，被人哋去侮辱咧，系而家我哋同耶稣一样，好开心啊，好开心，或者系讲呢啲嘢啦吓。不过咧，都监牢系好冻噶啦，我相信监牢系令到你好肚饿噶啦，系嘛？一个大男人冇食几个钟头嘢都好肚饿噶，系咪？又唔知道前程系点啊，黑掹掹噶，唔会有好大光灯射住你啊，唔会有即系暖气俾你嘅。咁啊，监牢唔系好受嘅。不过而家出咗监、哦。出監梗係翻屋企瞓覺啦，翻屋企食大餐啦。喂，而家隨即又要做見證啊！我肯唔肯啊？肯啊！所以呢個就係鎖啦，呢個就係鎖。你能夠配合聖靈嘅工作嘅鎖咧，你必然有能力，必然係身正言正。佢哋聽從主嘅吩咐作見證，隨即天未亮嘅時候，大家知道，因為當時咧差唔多過節嘅時候咧，聖殿係早開放嘅，半夜咧就開放。俾嗰啲祭司咧去獻祭啊、洗淨嗰啲嘅祭物啊，所以佢哋就係有人喺嗰度祈禱嘅。天使就話：你喺嗰度咧，特別係向嗰啲祭司啊，特別係俾祭司有機會悔改啊！你睇下，百姓就唔會咁早喺樹嘅。你睇下神嘅心意係幾偉大？呢班人係要捉使徒，係要殺害你嘅使徒，但係佢仍然要俾機會佢哋聽到悔改嘅福音。一早就要在聖殿門口向這些大祭司，這些是做獻祭工作的人講論神的福音，傳這個生命之道。這個鎖就是面對順從神意和遷就人意一種的抉擇。今天我們為什麼很多時候都不會有力量呢？因為我們遷就人的意，這個人包括自己，哎呀，這個現在的時勢隨什麼福音、啊、這個時勢做什麼見證、啊、這個時勢做什麼侍奉、啊、哎呀，順從自己、啊、如果神有感動你的，你有特別的恩賜，我相信每一個人有特別的恩賜，不是一定是好像牧師傳道那些人的恩賜，你在這個社群，在這個家庭有你奇妙特別的恩賜，順從神意不順從人意呢，是得到聖靈的幫助，能夠彰顯福音的大能。第三，當然他們是願意體驗主的犧牲的愛。今天我們回應整個我們人生，就是回應基督的偉大，歡喜為主而受苦。我們有沒有這個心智呢？這個心智就是一個能夠被聖靈的鎖約時開的生命的鎖。所以聽見主的吩咐，他們隨即不猶豫的行動敏捷，聽見主的福音公會反而這個也是聽見的一種的對比，反為動了殺機。聽見彼得的悔改，知道加瑪列也都不定奪，這個是不是神蹟？這個一會說加瑪列是不是一個好人呢？或者加瑪列是不是一個 很聰明的神學家呢？是不是一個很聰明的聖經學者呢？是不是一個很聰明的調和者呢？我告訴大家，非也。他說的似乎很有道理，平息了一場的災害，就是使徒避開可能被殺，但是他所說的事情是很大問題的。加瑪列其實沒有定奪這個是不是神蹟，亦沒有聽從這個悔改之道，他沒有好好的去探究追求這件事，只是明哲保身。為什麼明哲保身呢？因為他的內容完全就是剛剛沒有對應到這個所謂 Jesus Movement， 耶穌的運動，即是復活的耶穌的運動，他沒有對應，他是叫做偷換概念。偷換概念，大家知道什麼叫偷換概念？你講一套我就講一套。偷換概念很簡單，他的概念就是凡是使到這個城市有激動的話，激動這個城市，沒說什麼的，可能很高興，可能歡呼，就是叛亂。凡是激動這個城市的民眾的心，就是叛亂。這個是一個偷換概念來的。你激動可以是很開心的，很榮耀的，很快樂的，很興旺的城市。不過他將它偷換概念，
門徒激動了嘛，門徒醫好病嘛，門徒呢使這個福音呢，耶穌的名字傳遍耶路撒冷，叫人跟隨嘛，激動了人的心，激動就是叛亂。所以他呢偷換概念，然後呢大家知道呢，他明哲保身的意思是什麼？他不能夠得罪法利賽人，又不能夠得罪撒都該人，他是屬於法利賽黨的，他是一個有名望的老人家。你看他多聰明，他說不要搞他們了，如果你搞他們呢，你就是，如果是神的意思，你就真的敵擋神了，如果不是神的意思，他是自行毀滅的，所以你不用理的。那就很聰明，因為呢法利賽人呢就相信復活的事，撒都該人呢特別不要得罪撒都該人，因為聖經說是他們帶頭呢，勢力大很多，因為他跟羅馬政權呢是那個關係重過法利賽人的，那撒都該人更加不要得罪他了，你說呢是神會干涉的，即是神會 他就避開了，他自動解散的了，都不用神干涉他們的，自動解散的了。或者呢，又講下神又干涉得過，即係法利賽人都得嘅嚇。即係嗱，如果係屬於神嘅，神梗係干涉噶啦，唔使我哋勞師動眾去理嘅。你哋就啱啱勞師動眾，就做唔到任何工作，所以兩頭都唔得罪。即係如果係神嘅事咧，神就會做嘅。咁啊，法利賽人話係係係，但係如果唔係神嘅工作咧，就自行解散嘅，即係神會干預嘅。啊，就又冇得罪撒都該人，哇，幾醒啊！不過他呢就很聰明，大家知道他偷換概念了，是吧？他所說的兩個的 movement， 兩個的所謂叛亂呢，根本跟耶穌基督的使徒所說的事是完全兩回事。那個是叛亂，那兩個是就是丟大和某一個人呢，那件事件呢是叛亂的事件，是謀反的事件，有幾百人呢是跟隨他，自動呢是因為被捉。耶稣基督这个不是谋反，耶稣基督这个是信仰的问题来的，生命的问题，即这个就是偷换概念了。凡是令到群众起哄的，无论是开心庆典都是属于什么叛乱。哇，那些人都是的，这个的使徒为引起全城轰动就等于叛乱咯。这个大家知道偷换概念呢是幾咁嘅聰明，但係咧其實係一個兩頭蛇，一個騎牆派。咁咧，我哋可以問一個問題嘅：加瑪利係冇聽，係咪大家知道冇聽從神，不聽從人，冇啦。當然佢係明哲保身，明哲保身。佢冇聽入耳啊，彼得個勸導啊，彼得個勸導就係一個悔改之道。有神的工作，有耶稣基督的证明，亦有圣灵的医治的明证，已经有三个证人，再有病的医病好了的证人，有使徒做证人，有瘸腿的做证人，哇，很多的，他们都不相信。那这个就是加玛列的问题。加玛列其实呢，他不像他的門生保羅那么好东西。虽然呢后来保羅呢就当然是离开了加瑪列，但是保羅跟他是很不同的，保羅都是法利賽人。加瑪列之所以是跟保羅不同，是因为他什么？我已经有一把年纪了，你看我是一个有名望的人，我是公会里面呢个个都尊重我的，我不需要再听什么你的教训，你所解釋的聖經，你所講的耶穌，這些都是異端來的。我這麼老，我什麼都懂，我的神學，我的聖經熟過你很多。自滿，無心追尋真理，以為真是足夠認識上帝。你看保羅他的門生是怎樣，他說我看萬事如糞土，為要得著基督。我不是完全了啊，我现在都要竭力去明白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啊，我要得着他的明白，活出他的死和复活啊。哎，保罗都尚且这样说啊，我们哪个啊这样说，哎，我们明白了，我们不用追求了。保罗说我看万事如粪土啊，为要得着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
佢個慢視唔係指佢唔使瞓覺啊，唔使食嘢呢個慢視，慢視係指佢以前嗰種嘅輝煌彪炳嘅家底啊。我係變麥雅敏族嘅，我係自細就受割禮嘅，我係加瑪列門下嘅，我係守律法嘅。如果講義啊，我家底仲強過你啊，嚇！即係講呢個好多異端都話要數無窮嘅家底啊嘛，無窮嘅家譜啊嘛。保羅話我家譜勁過你，不過我看者為糞土 ，a pile of waste， 成堆垃圾。最至寶嘅係耶穌基督。弟兄姊妹，加瑪列係成為我好大嘅一個尷尬啊！可能我哋真係咧好老啦，好有資格啦，對神學聖經好熟啦，唔再聽福音啦，唔需要再了解耶穌基督。不過好諷刺嘅，好諷刺嘅，佢冇去查詢呢啲見證，冇真去查案，佢冇去斷定呢個係咪真係從神而嚟，就去講一啲咧叫做稻草人嘅謬論啊，即係稻草人咧係一個你想象嘅，就攻擊佢，佢都冇得反抗嘅。就講咧，如果唔係神嘅意思咧，就自行毀滅嘅啦，都唔使我哋出手啦嚇。咁咧，即其實佢咧就係冇好好嘅嚟到掌握，佢只係睇唔輕，睇唔起你哋係無學問嘅小民講嘅道，我唔會聽嘅。我係邊個？我係加瑪列，我係公會裏邊嘅有名望嘅人。保羅話唔係啊，我雖然都係經歷三重天。神俾我嘅福音嘅恩赐，传福音嘅恩赐，但系我仍然不明白主嘅伟大嘅爱，我要真知道他，我要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耶稣基督俾我得到着嘅呢个腓立比书第七章至十六节，大家可以翻去睇。不过啲说话咧，路加记载亦都好幽默嘅。佢加玛列似乎所讲嘅嘢咧，就系一种回马枪啊，或者回头枪啊，佢自己都唔知道。其實他所講的那個黨自行毀滅，就是針對自己的黨來講，他都不知道。他發出了這個預言，他說他們會自行解散的，他們會四散的，就會失落的。36至37節，我看來是一個回馬槍，自己刺回自己，形容回他自己的黨，法利賽黨和撒都該黨，自行毀滅。亦都係自我嘅描寫啊！佢話呢班人引誘百姓離開神啊，其實係邊個引誘百姓離開神啊？所以路加如果我哋識得睇佢咧，佢係暗藏呢啲嘅幽默，暗藏呢啲嘅諷刺，而且仲幽默佢哋話：哎呀，正啊正啊，你講嘅嘢真係唉好有說服力啊！好，我哋唔搞佢哋嚇，好諷刺。最後我哋問彼得、約翰被監禁、被毒打、被恐嚇。不是簡單的，被毒打好像是用鞭來打的，不知道是20下還是30下，用鞭打的，恐嚇的，不要再奉這個名字來傳道和醫病，監禁看你怕不怕，黑蒙蒙的，凍的，凍冰冰的，餓死你的，不怕，他是膽敢地再奉主名，他真的再出去，是吧？站著，為什麼啊？因為他們被有幾個原因的，第一，他們被基督的大愛和犧牲所激勵，也是保羅所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為主犧牲。今天我們好像彼得一樣嗎？好像約翰一樣嗎？是為主受辱，為討神喜悅的榮耀，很喜樂的事。今天我們都是好少受逼迫，我相信。不過有啲嘅無名嘅逼迫嚇，文化上嘅逼迫，政治正確嘅逼迫，我哋就犯咗啦，唔聽從神，聽從人啊。彼得、約翰點解咁大膽啊？因為佢哋奉主名啊，佢哋知道佢尊主為大，專心聽從主所吩咐佢哋。聖靈感動加力，佢哋好清楚。他们只要不是从他们身上而出的能力，只要奉主的命，他们就可以做神的工作，这个他们了解的。第三，当然同工同心是鼓励了他们。上文讲到，当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百姓是同心来到赞美神，即是弟兄姊妹同心来到赞美神。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在30至32节，他们认识
呢位上帝系三一嘅上帝。佢讲述咗三十节点讲啊？佢话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嘅耶稣，系我哋祖宗嘅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举起，作救主，将悔改嘅心赐俾你哋百姓。我哋为呢件事作见证，然后再讲嘛，圣灵也以呢件事作见证。弟兄姊妹，信仰嘅纯正系帮助我哋有胆量嚟到奉主名传道。今日我哋感谢神喺初期教会面对咁黑暗嘅世代攻击，圣灵兴起佢嘅仆人。求主亦都让我哋喺今日，亦都系灰暗嘅世代。混乱的世代，迷惘的世代，我们敢于顺从神，不顺从人，亦都明白有我们的信仰有纯正的真理。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圣灵，你的工作藉着使徒行传，我们清清楚楚看见你让耶稣基督悔改的道藉着使徒，藉着初期教会彰显出来。今日我们在这个的世代，虽然都不是比起初期教会不算是很黑暗，但是都是很灰很迷茫。我们都求圣灵帮助众教会，特别帮助我们本堂的弟兄姊妹有圣灵的充满，有胆量，有新言，有我们身体言行各方面的见证，来到荣耀我们的主。求你加添力量俾我哋每一个人，听我哋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我哋好多谢何牧师刚才俾我哋一个咁好嘅信息，都求主将呢个话语，神嘅话语放喺我哋嘅心里边，嚟到每一嚟到去思考，嚟到应用。跟住落嚟，我哋都系用呢个时间咧，欢迎各位嚟到参加我哋教会今朝早嘅崇拜聚会。咁啊，如果你系新嚟嘅，希望你能够上网咧登记吓。咁對我哋認識同埋能夠聯絡你，咁有幾項嘅報告咧都係好重要，希望大家嚟留意喎。下星期咧，我哋係會將會紀念主耶穌基督啊，喺十字架上面為我哋受苦受難，亦都三日之後復活。所以咧，我哋咧會有受難節嘅崇拜，係喺星期五晚上7:30喺 Zoom 嚟到舉行嘅。希望大家留意一下，然后咧下个主日咧就我哋咧系会重开呢个实体嘅敬拜。咁因为咧我哋都系感恩咧，就系都系近日嚟咧疫情系好转咗，咁嘅时候咧就三环市咧亦都系有一个嘅新嘅转机，就希望咧能够开放多一啲嘅，无论系商业啊、机构啊，或者我哋呢啲嘅教会咁。所以我下个星期咧系计划咗咧系重开呢个实体敬拜。咁當然咧，仍然有好多嘅限制，有啲嘅安全措施咧，我哋要跟住嘅。咁所以咧，第一樣咧就係話，如果你係覺得安全嘅話咧，唔好勉強。但係如果你覺得自己可以嘅話，想翻嚟嘅話咧，請你上網，上我哋教會嘅網咧嚟到登記填寫你嘅資料。咁我哋會每一個嚟參加咧，都會記錄咗係響我哋有登記嘅。咁亦都因為我哋人數限制嘅緣故咧，所以咧可能你要預早嚟到登記嘅時候咧，我未必可以完全可以容納曬咁多嘅登記嘅人。咁但係咧，若果你係或者我上唔到網喎，咁你或者打電話入嚟我辦公室咧，都可以幫你嚟到登記咗佢嚇。咁希望你依幾日咧能夠係登記咗佢。下星期六日咁，我哋依個實體崇拜。咁跟住落嚟咧，有一個特別嘅報告，咁咧就關於我哋嘅教會嘅長老啊咁樣。咁咧隨住我哋啲長老喺呢個牧長會侍奉六年嘅結束咧，咁啊 David Ho 何大傑長老咧，將會喺3月底嚟到卸任喺牧長會嘅職務。咁啊，佢會繼續喺教會裏邊任呢個粵語堂長老呢個侍奉嘅。咁另外咧 ，Bill Tam 長老同埋 K.C. 周長老咧，就已經通知咗牧長會咧，會辭去擔任呢個長老嚇，請辭咗。咁就會喺6月底嚟到係完結。咁我哋跟住落嚟咧，有一個短嘅 video 咧，係啊，譚一成長老咧，同大家嚟詳細交代嘅。OK。各位弟兄姊妹，
我代表牧师长老团和大家有一个很特别的宣布，就是在今年的七月份开始， KC 长老和我呢将会离开这个长老的团队，因为神给我们有一个另外的呼召，所以我们将会变为一个普通的教会会友。而在四月份的时间， David 长老也都是从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的团体里面呢是退任，因为他的任期已经满了。那在这个牧师长老团里面呢，应该呢有三个的牧师，三位中文部长老和三位英文部长老。但是到了四月份的时间呢，我们中文部呢将会是完全没有一个正式的长老在那个团里面。所以这个是代表了在这个最高的领袖团队里面有一个差不多真空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很努力来到去鼓励有新血来到去参加这个长老 的团队。所以在现在的提名的时间，我们希望大家积极来到去揀选一些适合的弟兄来到去做这个的提名被提名人。请你来到去这个网站里面填写这个被提名人，然后就submit 给我就可以了。希望我们可以经过训练一些的新血，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年轻而且也都是很健康的团队来到去领导教会。多谢各位的合作。好，那我们都是感谢Bill Tam 长老和 KC 长老呢，这么多年来忠心在我们教会担任这个长老的职位，我们为他祈祷，继续在他的神使用他们在不同的岗位里面来侍奉他的。那我们七月之后呢，到七月初呢，我们仍然在任的雨堂长老呢，还有呢是有我呢 Thomas、Victor 啦、Patrick 啦、Raymond 啦和 David 的。咁亦都希望大家繼續嚟到同工一齊喺呢個教會裏邊咧，嚟建立神嘅國度嚇。我哋以感恩嘅心、謙卑嘅心領受主嘅賜福。但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交通，常與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